各位听姐妹们平安，今日来甲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时间。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四节，按样记载，上帝讲天上爱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可以作记号，天两个节令日子，甲两个年岁。时间就是上帝所创造。上帝家创造了天上各种的光体，是为了个时间的记号，加时间的规律。所以这个人啊，发出了个世界上这个就会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时间，各家的规律来生发甲作息。人哈对时间有唔同的看法，有人讲时间如箭。表示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夹，其实不会等自己的，就会像箭一样按夹。所以自己要珍惜每时每刻，无用去拍拍的过去，就每几日过去呢，其实不会回头的。一种人人讲时间呢，就是金钱，表示呢时间是非常的珍贵的。如果自己好好来利用这个时间，就会带本自己要按到的日出，是自己的生活呢，就日来日改善。身为一个基督徒，这个用品来看这个时间。以佛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这样说：爱爱惜光阴，因为厉害时代是邪恶的。一方面，圣经提醒自己，时间是很宝贵，也眼睛就过去了。所以自己要好好的来珍惜，珍惜自己的时光，就是自己好好充实的来利用自己的时间，不可以浪费它，不可以让它啪啪的过去。同时后圣经也提醒自己，这个时代日来日恶，所以自己要境界尽上来尊重自己的时间。所以爱惜当今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拯救这个时间，莫分这邪恶带这个罪，莫用这时代的邪恶带着这个罪。所以用这个好好运用上帝分这个时间，以下这个要从家出的圣经来看圣经用品教徒。第一方面呢，就是这个要运用时间来是自己的树林的生命继续的成长。正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节，给人家提醒该生时的基督徒，他说啊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你学习的功夫的意思就是说，按照时间来说啊，你们本来这个已经是做师傅。现在听节目自己看见时间是能够帮助自己树林生命的成长，所以自己要尊重自己时间来培养自己树林的生命。当自己越多的时间来培养自己树林的生命的时候呢，自己就能够更加的成长。成为一只成长的基督徒，就会成为一只刚强的基督徒，不容易受到不同的错误的教徒所通教自己的信心，也不会是生活各种的困难来打倒自己。你就会一直刚强的基督徒，就进入诗篇第一篇第三节的人说，记啊，就我将一直栽在那个溪水旁的树叶上，记天时候结果自己的树叶呢，也是不会枯干，记所做的一切都不顺利。所以亲爱的听姐妹们，让自己好好来运用自己的时间来培育自己树林的生命。自己应该做呢，自己可以每日日安排时间来读圣经，因为圣经就是自己树林的粮食。当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呢，自己不单单能够喂饱自己树林的需要，也能够使自己灵命继续的成长。第二，就是自己要运用自己的时间来除去一切的怒气和心肚的苦毒。
在日常嘅生活当中，在这个日常人当中啊，天促要隔年相酬，系冇？天促要隔年要冲突，天促要这个闹嘅人啊，这个唔喜欢嘅人啊，啊，你安样嘅上司，咩多这个安唔欢喜，每下看到佢哋，这个心都就按压咧。这个爱运用这个时间来除去你一切唔好嘅怒气及恼怒，因为你嘅怒气及苦毒啊，在这个心度，佢会继续嘅残累这个，灭到这个无喜乐，灭到这个无平安，灭到这个唔晓感恩佛号。圣经样品讲，圣经以佛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咁样讲。你不压唔好翻吹哦，唔好不压多热头落山。哇，听到你嘅经文，即刻咁欢喜系冇？哇，嗌要不压热头系慢落山，嗌要不压啊，继续不压热头落山，嗌将停止。咩？家姐是咩咁样？家姐是在讲，你莫本了怒气及苦毒啊，继续。流出嘅心度，夹夹出去，夹夹跳下去，随着时间过去，夹夹跳下去就夹好。所以，这个要向上帝来祷告，求上帝帮助这个，因为唯有上帝要帮助这个夹夹出去，这个心度一切不压及苦毒，让你的东西。就像垃圾一样，跳血、烧血、背焦咧，无存在咧。咁样，这个心度就轻咧，就有两受上帝本质嘅喜乐加祝福。第三方面嗬，自己能够运用自己嘅时间嗬，来交托自己嘅后裔体。听姐妹们，时间其实就系最后好嘅学教。因为呢自己能够本自己很多机会来学习，所以当自己一个日代日子呢，自己的人生就更加的丰富。难怪啊，常常自己会听到老人家人讲，哎呀，识人比你啊，人强人识米还来多啊，哎，老人家行的桥啊，比你等行的路行过长啊。当然，你唔咩表示自己一只暗料不喜嘅人，也唔咩表示讲自己买都系自己错，自己唔愿意嚟谈别人嘅意见，自己也唔愿意嚟谈别人唔同嘅看法，咩嘢意思？但系表示讲买呢，只系讲因为自己人生有丰富嘅经验，无论系成功嘅经验、失败嘅经验也好，自己就能够夹自己后日胎嘅人嚟分享。让记得呢，从自己的人生的经验中呢，可以得着人生的智慧。有了智慧，就能够选择买是对，离弃买是不对，能够离开一切，能够回开，记得释放的事情。所以难怪自己看见哈，在那个箴言书里面，记载很多做父母教训的个字误。嘅智慧嘅语言，当然最重要，爱家自家嘅后代分享嘅呢，就系自家甲上帝同行嘅经历，让佢哋后一代人能够认识到自家嘅上帝系何等嘅伟大，系何等大能嘅上帝，使佢哋也能够经历自家所经历嘅上帝。进入呢个诗篇啊。第七十一篇第十七到十八节，先人给人祷告讲，佢讲上帝啊，你知危人以为小已经教训了危，七多厉害啊，危下来创造你的奇妙作为。上帝啊，七多危人落啊，头脑都拍的时候啊，求你莫离开危。到尾呢，等危能够将一个能力自私下一退，也能够将一个太能自私。后世的人，所以求主帮助自己，让自己能够运用自己时间来培育一班敬畏上帝的后代。
其实这个要运用这个时间来相望属天的技术，时间前进，这个就觉悟到这个人生是很短暂，是吗？这个要过日日，其实这个在天空的时间啊，就少了日日。但是这个是上帝的儿女，所以这个地有日日，这个要转到天家，就是尊贤的处所，是耶稣基督为这个预备的。所以虽然这个因为前进，这个时间日子日来日短，但是这个没难过，相反呢，这个一地在四季方的日子日来日短，就表示这个日来日近天堂的日子，是吗？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讲：弟兄们，爱不是面到爱这个已经结束了，爱只要一天生息，就是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，爱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天当招爱来得的赏赐。使徒保罗记得他是忘记他过去的，他是努力面前的，因为面前有一个飘杆是行为他追求的。这个飘杆就是上帝从天空来召集的，而喊他得出上帝本集的奖赏。这个奖赏就是一个尊贤的技术，是忠心侍奉上帝的人得出的赏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不要搬这个世界上的生死残累，这个要努力在世界上短暂的时间为主来成佛，这个运用这个时间向前行，不要搬这个世界上按琐碎按无意思按残累的罪恶来难定这个。所以这个要除去日杂的心态，这个要除去的心态就是今日不如往日，今日不如往日，这个要除去，这个要在前头的日子是更加光明的，因为这个行定列天界路，这个要相望列天界，这样这个就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来生发追求天家属灵的价值。让自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创造了时间，并且呢，你本来的每一责任都是公平日日二十四个小时，你已经听了这个时间的规律，让我们懂得人们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时间的规律来生活作息。今日借着你的话语教训我们好好来尊重这个时间，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继续的成长，也随着时间的过去能够帮助我们除去过去一切的苦毒一切的恼恨，使我们在主里面要平安要喜乐。也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从时间当中继续的学习，得出了更丰富的人生的经验，将这个一切的经验来自私后一退，特别是有关上帝人的太能和人的作为。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，当我们知道我们世界上的日子日来日短暂，让我们寄望天上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，让我们能够忠心努力的忘记背后向前继续奔跑，来得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所得到的赏赐。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真实好好来尊重而所本我们的时间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